点击战役按钮，点击关卡，点击开始战斗按钮。点击关闭按钮，快让我们来打造点击蓝图。点击研发按钮，让我们来加速研发。点击建造按钮，进入船坞查看新战舰。哇哦，点击布阵，按住下方战舰图标别松手。点击关闭按钮，继续点击战役。点击关闭按钮，战斗中点击军校，点击招募舰长，点击关闭按钮，进入船坞，查看新战舰，点击强化按钮，点击舰长头像，选择新招募，我们的点击强化按钮。使用经验道具，点击技能标签，升级技能，点击关闭按钮。舰长已经上任了，让我们继续。点击研发按钮，点击建造按钮，进入船坞查看新战舰。强化部件，点击强化按钮，选择主炮，点击部件。太棒了，让新战舰上阵吧，按住下方战舰图标别松手，注意将战舰拖入起舰位置，让我们继续参加战斗吧。打击！
现在快来点这里，直接领取。奖励二，点击任务。欢迎进入军校班，未来各位就是一起奋战的战友啦。在班级里，同学之间是可以通过一键员点击一键。恭喜您完成了新手教学，剩下的就交给您了。